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不日铿锵，来日方长。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昂首向前，期待远方。为了权利，为幸福奋斗，哪怕再大的风，再高的浪，从不会迷茫，从不彷徨。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的未来。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拼尽力量。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燕妮，好消息，好消息，资本论的德文版第一次印的1000册已经全部卖完了，出版社准备加印了。资本论的俄文版竟然通过了书报检察官的审查，他们认为这本书只是本经济学著作。俄文版印了3000册，不到2个月就卖完了。你在笑什么呢？亲爱的，我回来了。脸色怎么还这么苍白？好些没？能有什么事？不过有点头晕胸闷。那你还费精神看什么书呢？别看了。这个杂志在夸你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说你的《资本论》代表着一种对经济学说的剖析，其革命性和广泛的重要性足以与哥白尼天文学体系，或者说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相媲美。还说你精深广博，风趣健谈。哎，都跟他们说了，不要发表这些颂扬的文章。看着开心，这么多年的辛苦都值了。夸，让他们使劲夸。你不知道，大西洋杂志还准备给我出传记来着。等你病好了，我带你看看还有其他人是怎么夸我的。妈妈，您该吃药了。艾琳娜，你看这篇文章简直把我夸上天了。父亲，你以前看到别人夸你可不会这么开心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因为你妈妈看了精神很好啊。杜林最近太活跃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写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哲学教程》等书，公开挑战我们，还自我标榜是什么杜林主义，把德国党的思想搞得越来越混乱了。他的书我看了，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不过就是折中主义哲学、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那一套大杂烩。前几年拉萨尔派就开始玩这一套，还搞了个戈达纲领，我们当年不就写了戈达纲领批判，只不过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就没有公开发表。是时候公开批判他们了。可是我现在
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特别是要花很多时间来研究俄国土地关系，我还得看数学、农业化学、物理学这些方面的专门著作，实在没时间理会杜林。唉，你追求完美的毛病还没有改掉，怪不得《资本论》后面的部分迟迟出版不了。要不，我先不写自然辩证法了，写本大部头，系统阐述我们的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还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杜林进行系统批判。也好，燕妮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我还得抽出时间多陪陪她，那只好拜托你了。秋天到了，树叶会枯黄，会掉落，但只要熬过了冬天，还是会茂盛起来的。秋去冬来，冬去春来，转眼即逝的人生，却正是一次激情的战斗。威廉，我想借一些关于俄国的土地问题和东方农村公社问题的资料，最好是俄文的。你看一下书单上这些书有没有，还有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关的书。最近我正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想考察一下古代社会的物质文明，找到家庭、私有制、向阶级、国家发展的现实依据。这么多，您的身体受得了吗？哦，对了，还要一本俄语字典。马克思先生，该回家休息了，书是读不完的。学习是无上的命令，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威廉，你看，为了学习俄语，我专门整理了一个语法表。好好好，不回去，继续学习。说实话，跟您在一起，哪怕您只是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您是在命令我学习。燕妮，别看了，医生说你不能太过劳累。卡尔，你在说什么呀？我没有生病啊。你去上大学之后，哥哥就不让我给你写信了。现在终于等到你了。燕妮，你……要是父亲还在，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卡尔，你会和我一起坚持的，对吗？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亲爱的燕妮小姐。如果不能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你会答应和我在一起吗？当然会。如果在一起，要让你舍弃贵族的身份，跟着我颠沛流离，四处漂泊，连家乡都不能回，跟着我捉襟见肘，借债生活，连你最喜欢的银质餐具也要拿去当掉，跟着我家徒四壁，你家人的住所连你家最小的房间都不如，跟着我缺医少药，疾病缠身，连我们亲爱的孩子都救不活。卡尔，我们不会这样的，对吗？万一呢？
那好吧，只要你爱着我，只要我们的灵魂能够共鸣。燕妮，卡尔，如果真的那样，你也不要自责好吗？燕妮，你想看看这一生我最爱的人吗？燕妮，我已经找到真正心爱的人了。你爱他吗？爱他，他是我遇见过的姑娘中最好的一个，我将永远从心底里爱他。你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吗？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爱的人。真美呀。是啊，真美。你永远是最美丽的特里尔舞会皇后。卡尔，我坚持不住了。即使大地盘旋回响，你比太阳和天空更明亮。任凭世人把我无限责难，只要有你的爱，我一切甘当。燕妮，你给了我世俗生活的幸福，可我在年轻时许下的诺言，或许也只能是诺言了。燕妮，我爱你，我们之间是灵魂的共鸣。贵族家的小姐，这一生辛苦你了。虽然燕妮走了，你也不能总是在家待着，真担心你就这么消沉下去。你的身体也不好，应该找个地方疗养一下。燕妮去世的消息让全世界都很心痛，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纷纷传来吊唁，您要振作起来。感谢你们的安慰，我知道这都是好意，但这丝毫无法缓解燕妮去世给我带来的悲伤。恩格斯，听你的，我想我应该出去散散心。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燕妮。燕妮走了，卡尔也走了。燕妮去世后，马克思非常伤心，身体每况愈下。一年多后，1883年1月，小燕妮也因病去世，马克思伤痛欲绝。
小燕妮，你也不当着我，你们一个个的都先走了。3月14日下午2:03，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2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死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他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收获了来自叶尼世间最美好的爱情，收获了来自恩格斯世间最纯粹的友情，收获了来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真挚的尊敬和爱戴，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的人生。哦，卡尔，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在莱茵堡匆匆见面，以为再也不会重逢，还好我追上了你的脚步。从巴黎雷让斯咖啡馆开始，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在你离开的这11年间，我终于把《资本论》第2、3卷整理好了。别人觉得我很累，但我是幸福的，因为在做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终于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马克思去世之后，马克思和他的思想改变了整个世界。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留下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10月革命，成功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人民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乘风破浪，胜利前行。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这和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身无真心，这里和马克思。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